买了一瓶这个 chocolate 的这个牛奶。我前几天呢在布鲁塞尔也买了一瓶，他那瓶是两欧元，这面是一块多，不到一块钱，9毛钱。哎，不对，算错了，是1.4块，要便宜，我觉得。这不错呀，这个地球仪，蓝色的，我看。